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 阿文。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的是魔术方块花式教学第八招——双色十字公式。首先呢，一样的开始，从上面开始逆转，逆时针一转一次，下面顺时针转一次，前面逆时针转一次，后面顺时针转一次，左边顺时针转一次。右边逆时针转一次，上面逆时针转一次，下面顺时针转一次，左边转两次，右边转两次，前面转两次，后面转两次，上面转两次，下面转两次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我要教大家的魔术方块花式教学第八招双色十字公式。为什么是双色十字呢？因为这边是，你看这边有两个颜色的十字，然后每一面呢也是一样两个面的十字，所以今天就是这个我要教大家的双色十字公式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、按赞并且分享。如果想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，我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